称赞只是一小心不做不对的东西罢了，就被老师骂到狗血淋头。从十岁开始我做了什么？不用去人家教，也不用去上课的，我就十岁那一年，我就在妈妈 store 里面买了一包香烟，在学校的篮球场来抽烟。我十岁就开始抽烟了，啊，这就是我了。看来好像是没有变到啊，十多岁到现在是没有变到样子，还是一样啊。喂，那么大概十二岁的那一年呢，在别人的引荐的情底下，就加入了四会党。那时候呢，加入四会党是很简单的，其实交保护费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我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加入四会党，然后以为加了保护费就是被人保护那种，有安全，就是自身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就交保护费，然后就进了四会党。那么久而久之，你参加了这样的四会党呢，你不仅是交。